微信号，我是金工工，这个火车站的 loft，13楼的，早上9:50的阳光，9:50降阳光，景观是真的全世界最好的。火车站地铁还有这里南站塔，还有这乐天塔，阳光是真的好的，房子超级大。看到了吗？超级大的 loft，真的很大。这有一个仓库，这衣柜，收纳空间一二三四五六个，化妆台出来的，然后就淋浴间，然后冰箱，房子超级出来吧，还有这个小仓库。小仓库打开，小仓库也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近期这进来了，密码锁、雪柜、洗脸台、马桶、洗澡这样放里头，是吧？这一次性搞定，看到了吗？然后这密码锁，找这电磁炉灶。水车，这个什么东西看到了吗？冰箱呀，冰箱，这里有淋浴间，淋浴间也有，超级大的，这里有两个人睡觉，沙发呀，很大的床也可以放，沙发也放。如果这里放沙发的话，景观沙发的景观这样去了，夕阳西下的阳光真的超级漂亮吧？那我们上来上一下 Robert 看一下。怎么样的罗伯特？看一下罗伯特了，噔噔噔，出来了吗？罗伯特，这个是1.2米，床一个放在一个放，两个人会放床，1.2米，然后差距空间，然后6个收纳空间，空调、空气清洁器。在 Robert 上的看的早上起来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漂亮的情况出来吧，所以房子好，真的好，还有那么大的空间，很大很大。这我是金公公，